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学习生马葛根汤。生马葛根汤最初出自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，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这本书呢，它最早是由宋朝的官方 出版的、啊、它主要汇集了当时这个最有效的这个名方以及实方、啊、就是它把一些著名的一些方剂以及验方、啊、它 汇集到一块儿，然后印刷发给老百姓使用，这是咱们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本有官方出具的一本这个方剂大全、啊、生马葛根汤呢，它主要用于麻疹初起、疹出 不畅以及疹出疹发不出、啊、这些情况。它同时有一些热心病的症状，比如说生热、头痛、咳嗽、目赤、流泪、口渴、舌红、苔薄而干、脉浮数。另外本方呢，除了用于麻疹外，它还可以用于一些带状疱疹、单重性疮疹、水痘啦、腹泻、急性窘逆啊等，这些属于邪郁积表、肺胃有热者啊。它的组成是生麻30克、葛根45克、芍药30克、炙甘草30克，方歌呢是盐氏。生马葛根汤、芍药甘草合成方，麻疹初期发不透，解肌透疹，此为良、啊、咱们看一下翻译解析、啊、首先麻疹这个病呢，它是一个热性病，它主要因为、啊、由于这个肺胃蕴热、啊、同时又感受了这个麻毒这个外邪导致、啊当麻疹初期的时候呢，又感受到这个外邪袭表、啊、外邪袭表呢，遏制了这个疹毒向外透发、啊、造成这个疹发不出或者是疹出不畅、啊、麻毒和外邪同时犯肺、啊、造成肺系的一些疾病，导致肺的宣降功能失常、啊、引起生热、头痛、咳嗽、脉浮数等肺胃的一些症状。如果外邪疹毒上攻头目，会引起一些头目的一些症状，比如说目赤流泪、啊、如果热邪就是 内里的热邪呢灼伤津液以后呢，会造成口渴、舌红、苔干。治疗的时候要用辛凉解肌透疹解毒的这个治疗的这个原理、啊、其中呢咱们这个 方中呢有生麻生麻呢，它主要是有心肝性寒啊，它是这么一个性质。它呢入肺胃经，生麻它有解肌透疹、清热解毒的这个功效啊，所以它是君药。因为本身这个是热性病，需要用寒性药来对付啊。而生麻呢，它不仅是一个寒性药，同时它还可以是透疹，它是一个透疹的药物啊，所以它。在这里呢起的两个作用，一个是透疹，一个是清热解毒，所以它是君药。第二个药葛根啊，葛根呢这个药它也是一个辛凉的药物，同时它有肝胃的作用啊，它有肝胃肝的作用，它入胃经解肌透疹生津除热啊，意思是它在它有辛凉的作用，它在这个解肌透疹的时候它还可以生津啊，生津止渴，防止这个津液过于伤害啊，造成这个津伤。生麻和葛根两个药配伍呢，津阳生散啊，同时又能透疹外出啊，又可以解热毒啊，两个作用啊，共起到一个把这个热毒。疹毒呢向外透发的这么一个作用啊。第三个药是芍药，芍药这里用的是赤芍，赤芍呢它苦寒的这个性能呢更强一些，它比白芍更强一些，而且它入血分，它可以清热凉血啊，可以解除这个血络进入血分的这些热毒或者是疹毒啊，所以它为佐药啊，它配合生麻和葛根共同解热毒啊。
觉着堵。最后一个药是炙甘草，炙甘草是调和药性啊。以上四味药呢共同配伍，共作解肌透疹的功效。肝疹这个病呢，它属于热性病啊，所以它治疗的时候呢，要以这个透血外除为主，清热解毒为辅，因为本身它是一个外邪啊，麻疹疹毒呢它是外邪，所以首先要把这个疹毒呢向外透发，然后第二呢要清热解毒。这里的热呢，清热解毒呢，实际上是两个热啊，一个是内里的这个肺胃的热，一个是这个麻疹这个疹毒带来的这种热啊，两个热，两种热。另外临床使用的时候呢，咱们可以酌情增加一些薄荷、金芥、长退、牛蒡子、金银花啊这些辛凉解表，同时又有透疹这个功效的这些药物啊，以增强透疹清热的功力。如果是风寒细表的时候呢，咱们可以增加一些辛温解表，同时又有透疹作用的药物，比如说，防风、金芥、西河柳啊，用于发表透疹啊。如果是麻疹未透，色深红者啊，这种情况可能是入了血分了，需要加一些清热凉血啊解毒的一些药物，比如说加紫草、当皮、大戟叶啊，用来凉血解毒。最后要注意的时候，如果麻疹已透，疹毒内陷啊，而且气急而出，喘息抬加，鼻翼伤动者要禁用啊。就是麻疹已经透发了，这个时候要用这个方剂呢就不太适合了。另外一种情况是麻疹没有透发，而疹毒内陷，就是陷内呢陷到里边了，这种情况也不适合使用了啊。好了，那今天呢咱们生麻葛根汤就给大家分享完了，感谢大家的聆听，下节课我们继续。